Hector Radiologica 是一本同行评审的医学期刊，涵盖放射学领域，包括诊断和介入放射学、临床放射学、动物实验以及与成像相关的所有其他研究。ICA 由 Sage Publications 与北欧医学放射学会合作出版，是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医学放射学会的联合会。期刊由 Arnulf Skjern 的挪威奥斯陆乌勒沃尔大学医院编辑。Hector Radiologica 现任主编是 Arnulf Skjern 的挪威奥斯陆 Ullevål 大学医院。 Citation Reports 2014年影响因子为 1.603， 在类125种期刊中排名第72位。放射学、核子医学和医学影像。答： Hector Radiologica 的现任编辑是 Arnulf Skjern 的挪威奥斯陆 Ullevål 大学医院。根据期刊引文报告，Hector Radiologica 2014年的影响因子为 1.603， 这意味着2014年 Hector Radiologica 在放射学、核医和医学影像类别的125种期刊中排名第72位，影响因子为 1.603。 影响因子是衡量期刊中的平均文章在特定年份被引用的频率的指标。 Hector Radiologica 是一本同行评审的医学期刊，涵盖放射学领域，包括诊断和介入放射学、临床放射学、动物实验以及与成像相关的所有其他研究。 ICA 由 Sage Publications 与北欧医学放射学会合作出版，是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医学放射学会的联合会。期刊由 Arnulf Skjern 的挪威奥斯陆乌勒沃尔大学医院编辑。 Hector Radiologica 是一本同行评审的医学期刊，涵盖放射学领域，包括诊断和介入放射学、临床放射学、动物实验以及与成像相关的所有其他研究。 ICA 由 Sage Publications 与北欧医学放射学会合作出版，是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医学放射学会的联合会。期刊由 Arnulf Skjern 的挪威奥斯陆乌勒沃尔大学医院编辑。